后呢，当时我开始就是在这里。那么在台湾，在台湾，在花莲，1951是第一个福音广播在花莲开始。所以福音广播开始就是花莲，不是台北，也不是台中，花莲。我的妈妈说，原来我们省来这个城市，也到电视台，然后到广播。我们还有诗班，我们还有 Young People's Camp， 我们还开始很多事情，都是花莲开始。那么我们现在感觉到我回到花莲是回家一样的。